还要来关心中国海军太原舰，昨天下午在屏东枋寮外海穿越台湾海峡中线，逼近台湾沿海24里水域，我方立刻展开部署，派出了海军和海巡舰艇以2对1方式监控，并且透过广播要求共舰转向，最后成功阻挡，共舰并未越过24里水域。中国大陆131军舰，你现在已经严重破坏地域和平稳定及安全。眼看中国海军太原舰在屏东枋寮外海越过台湾海峡中线，逼近台湾沿海24里水域，请你立刻转向驶离。如果你继续前进，我将采取驱离措施。我方透过广播不断要求共舰转向驶离，但对方不理会，持续往南拉高紧张情势。我方海军和海巡舰艇一前一后，双层护卫阻挡太原舰越线。两艘对峙中，目前两艘军舰相隔约3海里。根据了解，太原舰几乎就压在24里海线上巡弋，从8号下午3点多开始持续逼近，和我方在枋寮外海对峙。目前已派遣各式巡防舰艇，采取2对1协同扼控与应对。因应中共环台军演，国防部不畏动客，紧急应变。总统蔡英文8号下午也在总统府听取简报，强调国军和国安单位正24小时掌握台海周边安全情势。接综合报道。